来到平溪老街，去平路第二个补给站，它上面有一个500公尺的一个坡，就结束了。最后一个享受了，谢兄弟，耶！你比他先好。我姓彭，彭啊，对，彭，彭武的彭，少三点水。啊，对来。我从台北来啊，就在信义区那边。对。邱斌，加油！好，加油！彭总，加油！谢谢啊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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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消息，这么做，太阳变小了，被云遮住了。大家问，等一下，每次都有参加，每次都有看到 ，OK， 好，你很棒，加油加油！啊，这你们在前后，啊，你们在前后，对，小陈。啊，你勇敢呢。开得多啊！再撑一下，你先走。
这些四角壁真的是很硬的、啊，很不容易。如果这个记录这边可以帮刘雪的话，你的车友记录下来啊，这真的是功德一件。啊，成功啦！给杜伟，看到吗？叫总称呼。我姓杜，我叫 Sophie。Sophie 第二。是。那有情况了。哎，谢谢。叫个总称呼。你姓王，你姓王，你贵姓？我那个我是我姓曾。啊，对。叫小曾。对。哈哈。现在地方来办公。